你觉得男生最有魅力的一个行为是什么？早上起来给做早餐。Hello, what's up, guys? My name is Kaho. I've been living in Shanghai, China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before getting to the main topic, I want to thank you guys. I have reached 300 subscribers. And I have reached 300 subscribers in 1 month and 2 weeks. I actually wanted to make a video of reaching 100 subscribers, but then it has been increasing so fast, so I missed the chance of 100.Anyway, I'm very happy about it and thank you so much. I'm going to improve my videos and contents. Okay, so let's get back to today's topic. Today I'm going to ask Chinese girls, what behaviors of guys attracts you? So let's get started. 你觉得男生最有魅力的一个行为是什么？早上起来给做早餐。你现在已经结婚了吗？是的。老公是没帮你做早餐吗？对，除了会做早餐还会端洗脚水。他会帮你洗脚吗？洗脚倒不会，这个可以自己洗，但是觉得端洗脚水这种行为已经让人很感动了，因为而且是经常基本上每天。日本的男生就是属于男权当家，那中国男生就是非常宠老婆的那种。那必须，绝对排 number one。那肯定你很爱你的老公。是的。觉得男生最有魅力的行为是有哪些？开车吧，单手开车蛮帅的。觉得他如果愿意为我做饭。那有没有男朋友？有，他会为你做饭吗？会，我没有，坐车的时候都睡着了，都没有注意我。好的注意，就是他给我做饭，然后又把碗洗了。这是你男朋友对吧？他会帮你做饭，然后洗碗。就等着吃就好了。发现中国男孩子都会很会做饭的，我觉得。他蛮会做的。你的男朋友特别会做饭，对吧？因为我不会做，我觉得不会做的女生就会找到一个会做饭的。会做的男生，对吧？就是一些细节吧，就是他很贴心，然后就是比如有一次我说我都那个经常走路的时候不看台阶。然后他听到之后，他就没看到一个台阶，他就跟我说一下。那个时候还没在一起，然后就觉得这个人，真的好好。你们交往了多久了？半个月。我会觉得比较绅士的男生，会帮女生会拎东西或者是开门这种小的行为，小细节，对对对，他会非常的注意你的情绪，比较暖一点，暖男，对对对，对，再帅的人如果性格不合的话，没办法相处，不行，现在有男朋友吗？有。你的男朋友给你做过的最心动的事情是什么样的事情？最心动的，其实生活中有很多，我会觉得有一次我回老家吧，然后待有一个月，然后他会在中间跑来看我，对，一个小惊喜这样子，对，还比较感动嘛，比较细心，比较尊重女孩子，我觉得这点很重要。我觉得细节吧，细节，对，细节，谈恋爱的时候细节，注意细节就让我很心动，照顾到你的一些，对对对，小情绪。你呢？我觉得是偏爱吧，就是对你一个人偏爱。对，你呢？对我来说就是不画大饼吧，就是。跟你承诺，嘴上说就帮你实现这个事情，然后实际上他不会这么做，说大话那种说。那你们现在有男朋友吗？没有，没有。最后一次是什么时候有男朋友？一年前吧。一年，我不太担心。我就是前几个月吧，在生病的时候，他可能先发现我的状态不太好，然后问我要紧吗？因为我也不太主动去医院，或者是就会拖着，然后他会主动带我去，来我带你去医院，或者说我帮你煮一点粥啊，请你休息一下。你现在有男朋友吗？我已经结婚了。结婚了。那老公会对你做这样的事情吗？偶尔也会，也很简单的、很生活的小细节。生活上当时不一定会很心动，但是回头想一想，会觉得很感动吧。Okay, welcome back. Have you realized there are so many girls they like guys cooking for them or doing some houseworks? I don't know, but I feel like when girls don't have to do houseworks or don't have to work too hard, it's a status. You know, it's pretty common in China, I guess. Anyway, thank you so much for watching my video. If you like my video, please click the thumb up and don't forget to subscribe to my channel. See you in my next video. Bye. Give me